我身上这个颜色我非常的喜欢，是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就是蛮秋装的感觉，那里面你要搭白色、黑色或是像妞儿现在这样子有点英文字母的感觉也非常好看。它是薄宽软料，真的是非常极度软的斜纹布，口袋很可爱，是做这种两个的，不是一个叮当口袋。然后呢，肩膀这边的肩带都自己调，调到你觉得自己舒适啊，不会卡裆的阶段就可以了。高个小个自己想要的间距不同，这都可以调整。再来呢，屁股后面一样做两个口袋，干嘛？就是平衡视觉，让大家不要一看就看到你的屁股，可以看到可爱的小口袋哦。这个颜色基本上也是好看，但是完全的感觉就不一样。这个颜色真的卖的非常好，也是快要破千件销售的。那知道好穿，大家喜欢，我们又再来增加新的颜色了。最长总长放下来大概是这样，我161公分，肩带可以调，肩带可以调。那黑色真没啥好说，就是又瘦又可爱。然后一样哦，该有的口袋它是做这种两个口袋，然后一样是软料，软到不行的料子，非常的舒服。然后后背也是，然后黑色就是也是很好搭，里面呢、无限制任何的颜色跟无限制外套都可以来做一个穿搭。